练，贵宾致辞。好，那校长呢要邀请哦，代表我们市长前来的都发局主任秘书曾文成曾主力为各位小朋友勉励，来请大家掌声鼓励。校长会长以及今天与会的各位嘉宾及在场的每一位今天的主角毕业生们，大家好，谢谢。我想刚刚看到每一位小朋友从校长的手中接下毕业证书，每一个小朋友都做了今天最精彩的打扮，而且每一个人的打扮都不一样，我想这是一个学风非常多元的一个学校哈，但是有一个特点，大家就是每一个小朋友们，每一个毕业生都非常的有礼貌、有自信，而且脸上充满了笑容，迎接你们的毕业证书，而且迎接你的未来。我想刚刚进来的时候，市长也有一段话也有提到，就是每个小朋友们，今天只是你们毕业的开始，以后会有更多的毕业迎接着大家，也会有更多的聚首跟别离。那刚刚校长也做了很多的叮咛，希望各位毕业生能够今天在你们六年的学习，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发展，更多的学习。那在这里庆祝各位毕业生毕业快乐，也祝福各位与会的嘉宾身体健康，谢谢。好，感谢主任的勉励哈。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会长哈，为各位小朋友致上祝福。来，小朋友们掌声。谢谢校长，然后长官，还有我们各位与会的最爱的家人们，然后还有我们的辛苦的老师。还有今天的主角，各位毕业班的同学们，大家早安。会长好。太棒了。国安的教育，我相信刚刚我看着校长从每一位学生要离开的同时，在这里做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的 QC， 就是我们最后一秒钟的出场认证。颁发给你们的毕业纪念，那个证书上面有写，你已经合格了，所以从这一分钟开始，你们要开始以国安为荣，将来让国安也以你们为荣，这是我相信你们未来会感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未来的方向跟流程啊，不好意思，有点出彩啊，刚刚从国外回来，昨天从对岸回来，那看到台湾的一个环境，我觉得台湾之所以这么强，到世界各地我们会有这么多人的喜欢，无疑就是我们的教育的底蕴太深厚了。所以今天又看到我们国安的毕业这么的棒，小孩子我们的热情，那我很深深的感受到各位小朋友，从你们刚刚接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分钟开始起，记得你们是最棒的，你们真的是最棒的。那将来再出去了以后，我们小时候在会长小时候的时候，我们过得叫生存，就是为了吃饭而吃饭。那在于我工作的这一个时间点，我们是为了生活，就是为了赚钱而在生活。那你们的生命已经走到了为了生命而过生活，所以我相信以前我们会跟你隔壁的人成为敌人，跟你现在左边右边的人成为敌人，可是我相信从这一分钟开始，在你们手上把握住，你身边这一个人就是你的家人，国安的人，你们只要一起抱团出去到哪里都说你是国安人，你是台湾人，我相信未来的世界会以大家为荣，谢谢，谢谢大家。